我知道了，我先提示猜歌三个字，芝麻了，然后他的歌手的、哦、歌手的注音是直西直，你是不是有病啊？做什么呢？我就是最近呢，各式各样的，反而跟我的朋友们开始联系，平常都不回他们讯息，但是因为疫情在家实在太无聊了，我最近非常非常喜欢打给我各式各样的朋友。今天我也要打给我的好朋友，这位就是 Daisy， 但是网友都说他们不相信我跟他是朋友。所以我今天就把它录下来，我要打给他，让大家知道我们真的是朋友，好不好？好，结果他没接，也没接我就糗了。Daisy， 我们是朋友吧？嗨，朵拉。嗨。喂，听得到吗？听得到啊。嗨，对不对？你还好吗？还好啊。你干嘛？平常也不联络，今天干嘛打给我？录下来，怎么？哎，等一下，我请问你为什么你在家，然后你这么漂亮？你为什么化妆？现在你没有听过这两年最流行的字就是仪式感吗？在家也不可以邋里邋遢的，但我大概是差不多三天邋遢，然后四天化妆，或者是四天邋遢，三天化妆这样啊。今天刚好有化妆，真的很美耶。傻眼，没有了，你素颜，哎呦，感觉好像有被滋润呢，很漂亮哎。没有，我跟你讲，你现在保养大概会花多久？会比较长吗？哦，会，因为我以前就是要工作的时候，对不对？有时间的我回家我都累翻，我根本就是能最简短保养就最简短。哎，我跟你讲，我要跟你分享一个，但是我还没有用，但是它很红，所以我就最近购入了。你直接看，你看这样，你不觉得很像那个？哦，我知道这个面膜、啊，很像眼影盘。哦，你知道是面膜？那我刚才想说你会被猜红、這個、啊！我有用过。对，它就是那个活长植萃保湿面膜，然后它就是那个咬标面膜，你知道吗？它里面就很像，对，很科技感，然后做的这种黑黑的，然后 它用起来很舒服。对，然后他说就是我很多的朋友，然后推荐我说他这个很适合敏感肌使用，然后就是可以镇定，然后又很保湿，然后因为我本人就是在追求很保湿，然后不会让我皮肤、保湿真的超重要的。而且我因为我看他介绍，然后他就说他的那个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就是从墨西哥北部的一个仙人掌萃取出来的。墨西哥北部听起来保湿就超强，因为墨西哥就是超墨西哥超热超干的一个地方。对，但我觉得那用完真的是很舒服，就是保水度超好的。嗯，我现在超期待用这个面膜，还是我现在来敷？还是你现在来敷？哎、欸，那我们可以来玩一个游戏，就是，什么时候轮到你出题了哈？那个讲笑话，但是不能笑。反正你敷面膜，那就是最好的。我可是非常会忍笑的人哦，你而且我有很我也多口袋笑话哦，我也可以。哎、欸，它的面膜的那个纸，那个叫什么布的那个纸，感觉非常的高级。对，它就是，而且它上面是蜂巢状的，蜂巢要向外，对不对？让它那个网格朝着外面，他们说这样就是可以单向导入它的精华。怎么办？我还没敷就觉得很好笑哦，很烦的、欸。其实我笑点超低的、欸。你笑点超对啊，我知道啊，所以我才要玩这个游戏啊。等一下。哎、欸，你现在看这个视讯画面有多荒谬，一个人漂漂亮亮，另外一个人敷面膜。我只能说哇，你真的好牺牲哦，你就来敷面膜给大家看。啊，等一下，好想笑哦。好，有一天呢，我自己想到想笑。不要限制自己敢笑。有一天呢，小明他去图书馆，然后他就跟那个图书馆管理员说。你好，我要一碗牛肉面。然后那个图书馆管理员就跟他说：“先生，这里是图书馆哦。”然后小明就说：“哦，不好意思，我想要一碗牛肉面。”啊！谢谢大家，这个面膜真的很服帖，我的嘴角已经都大失手，但是还在
贴在我脸上、欸、真的很服帖，你笑他都没有掉下来。荷包蛋跟煎蛋是情侣，然后煎蛋是女朋友这样。然后有一天煎蛋不知道为什么在发脾气，然后荷包蛋就想说已经想笑、欸、是在不爽什么怎么了，煎蛋就说不是啊，别人男朋友都会做歌给自己女朋友，而写一首情歌给她，然后你什么都没有做过，你到底算什么？你到底算什么？已经觉得很好笑了，这方面好可爱哦、喔。不是敷着面膜讲这个很荒唐。我已经输了。荷包蛋就说：“好了好了，我做一首歌给你。”然后隔天他们就做一首歌，然后唱给他听。你知道这首歌是什么吗？我怎么可能会知道？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很好笑哎、欸，这个我输的心甘情愿，可以。哎、欸，等一下啦，我要拿掉了，真的很不公平、欸、你应该要敷点什么东西的。我突然发现了这个 bug 哎、欸，没有 bug 啊，你就是真性情的女明星啊，大家最喜欢看这种了。我就是 gay 白啊！我跟你讲，我先接下来看下一秒开始我要敷膝盖。不，他这个我现在敷到现在大概15分钟、16分钟左右，他就是建议大概敷15分钟。但是啊，他就是用起来很多面膜，我大概敷10分钟，他的那个就干了，对不对？就没了。对，而且那个感觉是不像是吸到皮肤里面。可是你懂吗？它这个是你撕下来之后，你会觉得它的那个保湿在里面。然后有时候我家里会有这种，就是你知道按摩的那种棒子，然后我就会趁精华液都还留在脸上的时候，这样帮助吸收，让它进去。然后我也会像你一样，我后面就会再上一点乳霜。我知道了，嗨，我现在想到一题，我出。好好好，我先提示猜歌，几个字？三个字。怎么了是一首歌的歌名，怎么了我可能不知道，来，男歌手唱的这么明显，我就说这个游戏我真的很烂啊。你是不是播的歌手的注音是直西直，要我把歌手的名字讲出来吗？这个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那你唱副歌啊？不要，我不会唱。看你猜对不对？那我还是猜好了，那我还是说答案。那你要讲哪一个歌手的哪一首歌？刚刚那首歌叫做。怎么了？是谁唱的？原唱周兴哲，好听耶！我来喽。好。Follow。对，它也是一种吃的。不是。茯苓。不是，它是吃的，然后是。扶老。扶不扶老？扶老。不是。好吃的。酸酸甜甜的，芙蕾，舒芙蕾，芙蕾，不是，不能再做蒂尔朵拉。芙蕾酸酸的，甜的，它的颜色蛮显眼的，酸酸甜甜的，不是甜点，好了，它是一种水果，水果，对。哎，我猜到了。各位，没有人，其实家里没有人，但是没关系，各位不猜到也凤梨，对，我好强哦！现在刚好，现在刚好可以在家好好的跟自己对话，找到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对，对不对？比如保养，比如化妆，比如像 Daisy 每天都在家里穿得很漂亮，然后每天看她穿搭都觉得很羡慕，也没有每天、啊、身材越来越好。今天到这里啦，好了，我期待相见。